我觉得有时候有打架，但是我觉得那你喜欢这个工作吗？我是第一次。我是对差不多第一次，然后我做了，因为是 Oscar 问我，我要做，为了帮助他，然后我做，因为为了帮助。是，对 ，OK， 那你们每个礼拜天都有上教堂，对不对？对 ，OK， 你会觉得你的同学都跑到外面去玩，然后呢，你们要到教堂去，你会觉得这个好像会不会没有意思？有时候我想为什么要来这边，因为我可以去跟朋友去玩，但是我来这边，因为我知道去教堂是为了我的帮助。有什么帮助？在家里为了爱我的姐姐妹妹，然后在学校都有。好，你是在小朋友当中排行第几？老三。OK， 你是唯一的男生，对不对？对。OK。No， 唯一也是 primero。唯一只有一个男的。No， 有三个男的。有三个男的。他是对。最大的男生，但是后面有两个男的。有男生。OK， 好。那么女生比较多嘛，对，七个女生。那你跟你们的姐姐啊、妹妹，这个你觉得你们相处的很好吗？我觉得有时候有打架，但是我觉得对，但是可是可以的。你会觉得说，哎呀，为什么有这么多小朋友，这么多的兄弟姐妹，人家只是一个两个这么简单，可是呢你看要跟他们分享有时候很困难，会不会？有时候会，但是不是很多想的。比如说有一个东西，有一个蛋糕，小蛋糕怎么办呢？来了你们有十个小朋友怎么办呢？哇，如果是一个小蛋糕，是为了小朋友。差不多。如果是一个小蛋糕，但是如果是为了一个人，我会跟安娜一起吃。一半的，对，给大家一起吃。是。OK， 很好。我们有很多次就会想为什么是这样的，但是每一天去这个弥撒，对，天主会跟我们说一句话，他会帮助我们在我们的困难中，但是那个是别的家庭有一个孩子，他们不信天主，他们没有的，我们就也想让他们跟我知道这个天主的真实。哥哥怎么什么想法？我觉得没关系，爸爸妈妈不在没关系，你可以讲。No entendí la pregunta. Que somos diferentes, que hay otras familias que son. OK. Que no creen. 我觉得很多次我想为什么这么多孩子为什么要去教堂去弥撒，但是我们看到弥撒帮助我们，所以有很多家有一个孩子两个三个更多，然后希望他们可以认识天主，为了帮助他们。